你昨天晚上什么时候睡的？你不是一块儿睡的吗？你忘了？就我们那啥回来之后就不睡了。那啥？吃瓜吧，吃瓜吧。想看我手机就直说。谁想看你手机啊？不是看你从来不长样吗？看回家之后就没主动联系过我。是啊。是不太放心。你这又给他爸妈监控了。哎，小孩，我有一个紧急要件。说呀。完了。没。你为了你自己的女人都不肯牺牲你爹的女人，何况那还不是你妈？谁是我的女人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先说萌萌的事儿。不是有喝下肢汤的习惯吗？嗯，真是个聪明的小脑袋瓜。天哪，我那么尖回头是你能摸的吗？你是不是没想人家表白呢？他知道你的心思了。你是怕你妈不同意？我妈肯定不同意。别说这些，赶紧来吃饭啊！偷偷给你留的最好的精华。哎呦，哎，这配个酸奶，别辜负人家的一片心意啊！快快快快来，还算是有点洋气。不就是跟叔叔伯伯一起吃饭吗？妈，你的心思我知道的一清二楚，我也心里有人了，您甭费劲了。那你就在心里把他给憋死。